要爱七里香，安怎卖？一千三十，四千一百啦。我要三千。原来金花怡还阁记得当年。喏，你上爱食七里香，我特别交代头家哦，爱人较香的，来，快小心食。啊，不是有人每天在跟我洗洗念说不准老爸开钱，要紧欠钱才能买我们爱的小窝，结果自己开钱害我这么打手，那老妈是因为你爱吃，我这样想到你吃到七里香那种满足的表情，我就感觉钱开得有价值，你这样去跟我心拍一下哦，来啊，坐一吃，啊，这都咸的啊，你不是没吃咸，这样你要怎么吃？哦，因为我刚才有吃东西，现在把它饱饱了。因为我吃了太饱，我现在喝水帮助消化。哎呦，我过一下水就袂遐咸啊啦！那我是专工要予你食，你哪一直顾虑我？你家己拢枵到大肠顾小肠啊，煞拢干那想着我？你真正是，为着我就是要甲你做伙食，因为安尼哦，才会加一味，爱的滋味。嘿，就遐咩？我知啊。啊，不过吼，真啊过水过就无味，无好食。哪只遐？看无遐嘛无？变甜啊！有好吃吗？你买的东西是世间最好吃的东西。你多吃多了，为了要欠钱哦，你看之前面还胖皮胖皮，现在整个都散下去。好，我就是，我以后一定会认真打拼，我王三太未来要让我的花花吃好做勤苦，一世人吃穿免烦恼。我若无做到到我，我相信咱两个以后一定会足幸福的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敢不知道我想要创啥？已经把我放开了，你啊哪无？无安怎啊？一个镜头啊，就想要把我打败哦？无这么简单，我无咧惊啦。要输赢啊？来讲，来讲，放手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放手，好啦，好啦，我打，我打，我认输，我认输，好，好，我认输，我先要弄听你的啊。安尼你即马知影，我讲一就是一，你绝对袂当有意见。我要哪敢有意见？以后你叫我向东，我绝对唔敢往西。我王三太这世人，永远就敢听宋金花一人的话。那呢，我叫你王东，啊，头前那是有悬崖的。我以为你跳落去。你嘛真正跳落去，以后我是要安怎啊？我是认真的。
这绝对不是我自作多情。看金花的表情，一定是想起我。若是知影，我还佫活呢，伊是甚物款的心情？伊会欢喜，会惊吓，会唔敢相信，还是伊会甲我讲一句：咱已经过去啊。就像我想得很远。太衰啦，是我把你弄到对吗？太衰啦，小姐。我是烧烫伤的患者，把你惊到的啊！不是啦，是我较歹势，我替你捡啦。金花，我是三太，我是阿太啊！太衰啊！这是你的物件，好哩。拿下，拿下。花脸出外哟，小姐，多谢，哇，你人足好个呢，天公伯哦，一定会保庇你嫁到好翁，大富大贵，好命一世人啊。我是伫想啥，阿太已经过身25年啊，嘛真有可能去投胎啊，应该是眼神足像个。好啦，今日天气这么热，你又戴头套，又搁绑这个压力绷带，一定足无爽快的，对不？所以我决定要将你今日的物件拢买落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当较早回去休困嘞。来，没得，小姐，我这的物件哦，你真正有需要才提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我就是有需要，唔才会买，你收落来啦。没得。真正唔免啦！你收起来啦！金花啊！哦，你可能爱做神书，讲到三江哦。秦敏，啊，你来来遮？我就来公孙产水啊，结果咧，捡到一只美人鱼。裴吉明，是你？你想要把我害死？我骗走我的花花，我王三太整个人生拢给你毁掉啊！你竟然跟我吃到这样肥头肥脑红光赤字，放开你的垃圾手，放开我的花花，来浸一下。哎呀，邱先生，歹势啦，伊是阮翁啊，阿开讲耍笑，甲你惊到。没啦。我要讲你啦，哦，啊！你要讲大山啊嘛，看一下人诶，啊，拄只迄个人安尼头包干咧乌骂骂，啊，毋知圆啊扁诶，啊，你毋惊拄着歹人吗？野地头套是因为啊，伊是烧烫伤人士，这毋是虾米歹人啊。啊，你拄只讲虾米顺产水，啊，哪顺对只来啊？啊！我著看你买菜买遐尼久，今日出虾米代志啊？毋则紧走来找你。今仔个买这鸡皮注意啦，啊！这虽然讲真棒真好食，啊，不过食伤多对身体无好啊。咱即马有会啊，不要太养生你啦。我啊好啊啦，我叫人送哦上好的乌鱼子来，咱回去掺一寡高粱的，香香的，香来食。